介绍是来自中埔乡的消息。中埔乡是嘉义县客家族群人数上多地区，为了迎接即将要伫十八号盛大举行的客家传统祭典——移民夜祭，嘉义县政府甲中埔乡公所今仔日伫嘉义县客家文化会馆举行“家客好意，一起再现传统文化祭”以及联合成果展的记者会。副馆长郭宏明担任大见人，希望唤起大家对客家文化的重视。今年中埔乡将轮值移民夜祭典，中埔乡的客家信徒为了迎接移民夜新年回到中埔，十八号将盛大举办移民祭，彰显具有传统意义的客家文化。活动有百人采鸡搭档游行，以搭档三星五内采鸡入场，在移民夜香祭头前祭拜。除了敬天，更是为了祭祀敬祭为自己牺牲的客家先民，敬拜三星，向先民表明心切，愿凡事众生如流，祈求先民保庇，也搁准备菜碗犒赏壮烈牺牲的客家先民将帅弟兄。十八冬工呢，我来安排吼百人挑担采接，那为阮顶头家啊，迄个天主教堂出发，来到阮的这个客家会馆的那个移民野的前面香旗前面来做祭拜的一个动作啦哈。那我们竹楼里面呢，那其实我们都是遵循古礼，那我们放了这些三星五类还有菜碗，那除了要祭天请求神明保佑之外呢，那最重要的那就是要犒赏那些壮烈牺牲的这些客家先民，那将帅弟兄们，那我们要表达对义民爷的一个感谢，对义民爷的一个敬爱啦。从新埔的这个我们的包中义民庙，然后也分灵我们这个义民爷来到嘉义地区，那在嘉义市里面，那但是呢，因为在嘉义地区的这个并没有义民庙，而且他的这个信众主要也是以嘉义县市和云林县为主，所以在义民爷的这样的一个祭典里面，也就是农历的7月20号、8月18号哈，欢迎大家来到中埔客家文化会馆哈，来这里来感受义民祭的这样的一个神大的一个祈福上的相关上的一个祈福的祭典，那包括就是会有开口师的表演哈，还有赛神猪哈等等这些东西哈，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客家文化，尤其是在宗教方面以及它文化上面的一个传承，那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客家文化对于忠义精神上的一个表现，以及他们所要去呈现出来传承上的意义。乡长李碧金甲嘉义县客家文化协会理事长涂惠兰等人，十二号穿着客家传统服装，摇身一变变成美丽的客家妹。吴宏明甲李碧金、嘉义县陈碧玲等人搭档进场，邀请大家十八号来到中埔体验客家先民祭祀移民夜的闹热景象。最新新闻，钟乃成，中埔乡采访报道。